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球麦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那个不是我的邻居》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。你允许进入建筑物的卫人不会立刻杀死你，但会在游戏结束时。所以是一个分辨卫人的游戏，是吧？是由 DDD 制作的，用于教育的目的。什么意思？检查清单可能会有身份证之类的，你不能翻过任何的细节，因为这对您和你的邻居意味着死亡。我们来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。这是我们开场看到的办公室。好的，请解释。这是安全的窗口，请记住仔细观察每个接近的人。了解。在右边，按照每位邻居的楼层编排排列的文件夹，其中包含了每位邻居的相关资料。哦，要检查完成清单，请拿起您前面的其中一份。通过该窗口接收文件。如果确定不是卫人的话，请使用这些按钮允许他进入大楼。如果确定是卫人的话，请按下紧急按钮并拨打3312。3312，OK。要与 DDD 或大楼内的任何公寓通话，请使用您面前的电话。好，开始吧。欢迎并祝贺您的新工作就职。工作是验证大楼的居民入住情况。每天都会有一个申请进入大楼的个人名单，有可能不在名单上。哦，标注他们，如果不在名单上的话，确认身份文件，不要忘记有效期，1955年2月。放心啦、啊、我们之前当过边境的警察、啊、轻轻松松的。检查身份证这种事轻轻松松的。下午好啊，哎，你好啊女士。她叫做米娅。等一下，她刚说我们是1955年，可是她生日是1978哎、欸。啊，她是穿越过来的是不是？还是这是有效日期啊？哦，应该是有效日期啊。我们是要检查1955以前的，是过期的。我不能开着这个检查画面，然后再开着他的身份证吗？好像不行欸，哭啊。怎么办 ?789564525157895645215,789564525,789564525,没错，女教师。然后长相呢，长发，鼻子雀斑，细眉。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可以放他进去哦。对不对？身份没错，外表没错，申请没错。今天名单里有吗？哎 ，OK， 完成检查清单，你可以通过了。你好，下面一位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妈，我要报警了。有怪人啊，欸啊，怎么还有人递身份证？刚不是有一个人闯进去了吗？入场申请，欸不对耶，我们刚刚第一个女生是不是没有这张入场申请啊？哇，这个都要一个一个检查哦。10,12,05,48,09,63,37,1960,12,05,48,09,34,7,应该没错，律师，大鼻子，单片眼镜，
戴帽子，圆脸，突出小胡啊，突出的小胡子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身份证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也没有过期。公寓是 F0304， 哎、欸，啊对 ，F0304， 好，这个要检查超级多东西的，出大事了，关门。哦，无论如何，啊，讲什么老哥？1985年，13269853444462。啊，没有这个人啊！你是哪位啊？我住在这里，我出门去上学了。听你在放屁，哎，听你在放屁。等一下，哎，我刚上一个忘记签那个，哎，哎，哦，这是二楼的，哇，还有一二三楼啊，哭啊，超多的学生。13269853444642，F0244。好，好，哎、欸，看起来一切正常，好不好？一切正常，你可以通过了。再见。下面一位。哎、欸，差点点错，1980841496。他是谁啊？你是哪位啊？哦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两个人？什么意思啊？左右字不一样是不是？左边右边分别有不同的字啊？哭啊！这个人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找茬的是不是？看一下，84988956，88988956 ，OK， 巴拉巴拉巴拉。哎，名字小而尖的鼻子，我是一名模特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，对不对？右边的字嘛，好啦 ，OK。哦，对了，1032，我看一下他是住几层的 ？F0203，0203，裁缝师哦，10326801450。10326801450，名字的话，Maria Barbara， OK， Maria Barbara， 跟 Maria Barbara， 裁缝师卷发，目前看起来没问题啊，啊，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检查全部人都是没问题的，再见。啊，我刚是忘记关门，所以第二个女生她直接跑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没差啦，她长得蛮正常的。哎、欸，她怎么没有入住申请？1974，啊，我刚忘记检查上一个有没有过期了。圆脸，右边有痣，短发，好 ，OK， 过关。赶紧滚啊！哎、欸，我是来看位人的，好不好？你找一堆正常人是怎样啊？浪费我时间哦！你谁啊 ？F0104。哦，这是他姐姐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78561326514。啊？514。你拿你妹妹的身份证是不是啊？问一下，身份识别。没错，身份证有问题。没什么问题，你确定？我要报警了哦。对啊，他的字在左边嘛，然后你们看左边的字啊，啊，身份识别是后面是514啊，可是他给我的是956呢。报警！啊，知道怎么打？好，喂，没错，
我们发现了可疑的卫人，请把他抓去枪毙。有吗？这样清洁完了吗？好欸，所以刚才真的是卫人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讲是不是卫人哦。傻眼。他这游戏要持续多久啊？是检查完全部的客人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奇怪，这个人是怎样？身份证呢？拿出来啊！这个耍白痴。F0203，好。10032681450104698，没错 ,1975 年没错。死胖子没错。名字是他名字。玛利亚狗屎吃大便，好 ,OK。完美。请开门，不要，我把门锁起来。你好。F0301。女老师，雀斑呢？我记得你是有雀斑的呢。报警，报警！为什么你鼻子长着一根按摩棒？长着一根茄子啊 ？F0101，01，会计师，大鼻子，检查一下，大鼻子，好。怎么没有戴帽子？戴帽子，有戴帽子，一直眉毛，眉毛一字型的，瘦长的脸，刀疤，抬头纹，请脱下你的帽子哦，搞不好你上面有头发哦。4839240594，4839240594，没错，1968年 ，OK， 会计师，我去上班 ，F01， 名字，没错，好。你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其实好像蛮有意思的，但是卫人出现频率太少了。下午好啊，你好啊，你是 F0103， 企业家哦，有钱人是不是？最讨厌有钱人了，看一下。牙齿正常，眉毛正常，胡子正常。56500365688845，56500365888845，1968年 ，OK， 没问题。门牌是03，名字的话都一样吧？没错，名字也正常。好，再见。下午好，很可疑哦。F0303，飞行员哦，大鼻子，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。等一下，检查一下，大鼻子没错嘛，戴眼镜没错嘛，耳朵没错嘛，短发嘛，有没有过期啊？1966没有，56584545965。56568455965，谢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喷出一个奖杯啊？你曾经梦到过这个小丑吗？这个世界每个晚上都会数百梦里看到这个小丑，如果出现在你的梦里，请不要接受与他任何相关的信息。他给我连接到另外一个游戏，傻眼，滚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被杀了、哦？所以我有放到卫人进去，捕获两个假人，允许的假人有三个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次不让了，我要超级认真了，不可能有卫人通过我的法眼。F0201， 好 ，F0201， F0201 没有这个人啊！你在跟我开玩笑？F0201对吧？
假的文件，王八蛋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交出来啦哈！在那边给我混是不是？零三 F 零三零三，退休哦。先检查他的外观，鼻子，鼻子大大的呢，鼻子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报警，报警！死老头，你这个也太明显了吧，啊 ，F 零三零四，这个基本上完全不需要检查了，好不好？直接报警，抓走，抓起来。你旁边这一根是怎样？肿瘤是不是？抓走。我在想，遇到这些卫人，我能不能跟他谈论一下？你好 ，F0101，F0101， 家庭主妇，然后痣在右边，痣在右边，对，嘴巴的话正常，小鼻子正常，头发正常，戴的发箍，戴的帽子正常，项链正常，耳环正常。然后下巴，双下巴正常，好的。F 零一零一哦，八九四五六九七二三六五一，八九四五六九不不不六不不七七三三六五一，七三三，他这边不是七二三吗？看这也改的太小了吧？询问一下。身份证为什么有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？报警抓起来！像这种狡辩都不想狡辩的，直接抓去枪毙啊，好不好？你那个字的位置，F0101 不是长这样子的哦。你的字为什么在这里啊？啊，我要怎么？我不能询问他为什么置换了一边，是不是？所以只能直接抓走。好的，嘴巴没问题，眼睛也没什么问题，抬头纹，戴帽子，大胡子，眼镜，外观没什么问题啦。身份证呢？1971年，我是这栋楼的居民，我的公寓在一楼的02号。啊，他不是二楼的吗？没有问题，你确定？你现在是在质疑我的眼睛是不是？啊，一楼的零二号明明就是二楼的一号，报警 ！F0304，0304，家庭主妇，这个。眉毛，眉毛细眉毛，然后一根嘛，没问题，没有痣嘛 ，OK。细长的脸，大鼻子，直发，戴发带，直发戴发带，好，五六八五五四，五六八五五四，五九六三二六，五九六三二九，对，我出去拜访我的父母啊，这栋楼的居民，好的。好，42，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这个脸是怎样？啊？入职申请是42，一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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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什么意思啊？42？啊？他叫我打电话打42吗？打电话打42。没有啊，没有事实啊，算了啦，报警了啦。F0104，F0104， 又是这两个很复杂的。它是左边这个，啊，痣在右边的，左边脸颊有颗痣，眉毛有两根，眼睫毛三根，鼻子往上，鼻子没事，嘴巴很厚，有一个吊饰，好。单看外表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再来是检查名字，模特哦，你是模特吗？你是模特。F0104，1
E L E N I O S O I S S H V T Z T 1980 84532320154532314956没错，没错吗 ？OK， 所以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有一个双胞胎嘛，长脖子瘦，小而尖鼻子，长脖子瘦，小而尖的鼻子。好，检查蛮仔细的，应该是过了。这个人超可疑。F0204，厨师。CHNIKNYS。雀斑眉毛，右眼蓝色，左眼绿色，右眼蓝色，左眼绿色，卷发有雀斑圆脸，卷发有雀斑圆脸，卷发好，看起来没错哦。生命、宇宙及其他的一切意义是什么？不正确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刚那题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回答的蛮好的啊。我靠，这个人很明显就是有病。0201，痣的位置没错，圆脸，右脸有痣，短发，圆鼻子，好像都没错。看这些人是怎样？为什么都没有错误？NICT， 我的公寓是二楼的一号，对吗？二楼的一号，对。1974年，69852234150，女银行家，好像没错哎。啊！我又输了，不会吧？我检查的很仔细呢。哈！我看别人玩还会遇到一些很恶心的东西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玩好不好？刚好还没破关嘛，我们下次看能不能完全抓到全部的位等，不要放他们过去，然后顺便看有没有什么更恶心的画面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一次再玩吧，拜拜。